请教唐部长啊，部长，大家都很关心啊，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拿到这个现金？在早上管碧玲委员在质询的时候，一直在强调2月28号这一个日子啊。那你们这边怎么样来做一个管控？当然，请教一下，这个其实发放的这一个部分是数位发展部在协助吗？还是国发会怎么处理啊？是那个，谢谢委员给我机会说明。刚才就是提到的那个是系统准备好的期间，那当然实际的发放包含预算等等，要看预算的程序。是，来请教，所以数发部这边是协助的，是发放的系统。发放的系统，对。所以你们在228以前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接到的就是指示是说228要把它准备好，这样。好，了解。